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成语怕时而迷糊，时而呆萌，表面上看起来有些笨拙，但对于从事演艺事业充满了激情和热爱。他冷冰冰的外表下去隐藏住一颗火热的心，让人感受到非凡的个性魅力，轻而易举的在人们心中激起涟漪。他淋过雨，因此总是为别人撑起一把伞。成毅身上有着独特的魅力与个性特点，他的迷糊和呆萌让人不能不被他的无拘无束所吸引。他不拘小节的性格在演艺圈中显得与众不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与此同时，他对于演艺事业的热情与激情也令人赞叹。无论是在戏剧舞台上还是电视剧中，成毅总是全身心的投入，将自己完全融入到角色中去，给观众呈现出精彩而真实的表演。除了出色的演技，成毅的人格魅力也让人难以忽视。他时而清冷，时而魅惑，总是能够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好奇心。他坦诚真实的个性让他与粉丝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连接，不仅仅是偶像与粉丝之间的关系，更像是朋友间的相互了解与关心。他的善良与正直也成为他吸引人的重要一环。他总是用心关怀他人，用实际行动呵护身边的每一个人。成毅常常扮演起大哥哥的角色，他总是对身边的人充满关怀与担心，无论是工作上的忙碌还是生活中的琐事，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为他人提供帮助和支持。他的各种离别时的关怀让人感动，他的唠唠叨叨和操心也让人感受到他的真诚和热情。他总能用自己坚实的肩膀和真诚的笑容来守护身边的人，让每个人感受到温暖和安慰。与成毅相处的人们常常被他的保护与帮助所感动，他深知自己所经历的艰辛和困难，因此愿意为他人撑起一把伞。不仅仅是在工作中，他在日常生活中也总是保护和关心身边的人，尽自己所能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和困扰。他守护的目标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将自己温暖的手掌伸向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成毅的性格与角色契合得如此完美，使得他所饰演的角色充满了生命力和魅力。无论是纯真可爱还是成熟沉稳，他都能够将自己的个性与角色紧密地结合起来，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和魔力。他的演技与人格特点相得益彰，为观众呈现出一个个令人难忘的角色形象。成毅的魅力在于他独特的个性特点、对演艺事业的热情与激情，以及他作为大哥哥所给予他人的关怀与帮助。他的淋过雨的经历和对他人的守护，使他与人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联系。他的性格与所饰演的角色的契合度也令他成为了一个备受欢迎的演员。因为他的存在和对他人的付出，成毅成为了一个令人敬佩和喜欢的人物。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